选择了变成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从此跟音乐失之交臂。参加这一次梦之声的舞台，我希望可以让我的父亲重新为我骄傲，让他可以自信地对别人说，这是我阿汉的儿子。加油加油。各位导师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男孩，我叫唐宝。唐宝你好，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？今天带来一首来自 High School Music Show 的 Scream。 来，你嗓子干净，有高音。第二，你具备做偶像的条件，形象不错。我很少夸学员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所以我很喜欢。不，谢谢。你刚刚给我的感觉有一点点过分的在炫技，建议你在下一次表演的时候能够更诚恳地对待音乐，但是你潜力无穷，所以我必须给你过。谢谢。你真是一个大大大大大大明星，过。欢迎加入偶像学院。咱们要说什么？谁先于无法杀害我？世界上只有一个我，没人能代替的我。我过了。谢谢导师们对我的指导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教诲，我会沉淀下来做一个真诚的音乐人。中国梦之声为梦想歌唱，我是唐宝。欢迎来到中国梦之声。